各位观众，还有钓友们，我现在要来演奏一曲用口琴，大家一定都听过的世界名曲，叫做《大黄蜂》，应该有听过吧？大家应该都全部都有听过了，很出名的曲子。啊，钓友们，我跟你讲，在这边钓鱼哦，你吹奏音乐的话哦，鱼会跑过来吃哦，会大口大口的吃哦，胃口大开，让你钓货满满。现在我就来吹奏这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我还没有讲完。这首歌曲叫做《大黄蜂》的孩子叫小蜜蜂，而且刚出生不久的，还在学飞的小蜜蜂。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演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不过我个人呢，因为是第一次演奏啊，还蛮紧张的。虽然这边都没有人，但是我还是蛮紧张的。好了，开始演奏咯。哦，好紧张哦，马上就吐嘴了。再一次。从来没有吹这么差过，太紧张了。不过呢，如果不好听的话，是这个乐器太差了，真的，这新买，刚新买的。啊，如果好听的话，麻烦请还想再听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这一次呢，就演奏一首歌就好了，就这一首歌。下次有机会想听的话，我再演奏别首歌好了，免得大家消化不良。谢谢收听。啊，如果不好听的话，真的是这乐器的问题啊，我平时没有吹这样子的。如果觉得不好听，就千万不要订阅加分享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啦，下次再演奏给大家听啦。感谢收听。